借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。各位华人同修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宇宙间的万生万物都是一个真气的存在，真气的存在。这个真气啊，它是能量，是光，是生命，是灵魂，为真气。而气数相，数就是什么时候转到哪里，相啊，成什么样的现象，吉凶祸福，寥寥分明，就是为相。啊，所以我们修行，啊，修行也是从气数相，我们要回去，啊，气就是空性。空界，好，也是呢，也是光明的世界，光明境，啊，也是我们的生命，啊，也是灵魂。但是这个气呀，啊，这个气呀，是下面四点水，这个气电脑里面没有，很奇怪，电脑没有这都要造字。啊，可能哎，有什么毛病呢？啊，我们师兄我就要照着存进去，啊，后来又掉了，好像气能量很强，都化为乌有。这个气，啊，塑像，这人、人类、事物，啊，形体，形体，好。啊，这么这个气就是阳，好，相就是坤，是阴，是天，是地，天地气，天地之间是有人，啊，这个是也是属于人，啊，时间以空间，时空为数。所以人要修行回到光明的境，光明的世界，一定要了解数的法则，时间、空间。啊，我们有的，比如在佛教界来讲，他说啊，你易经啦，这个是啊外道，事实上不是外道，啊，不了解就外道。你再怎么样否认，你也在气数相里面呢。再怎么否认，人就是人，时间就时间，空间就空间，空间也包括了人间数，好，包括的天堂，好，这个是时间与空间，天堂空间，气数相，所以阳阴。那个阴阳的结构，啊，它的周流互食的结构呢，啊，我们，啊，这个伏羲氏啊，啊，他就来一个画卦，把它分成八方，一个叫做八卦，先天的八卦，先天八卦、后天八卦都同名，文王把后天八卦只是方位不同而已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念这一个，好，好，这前三年，前三年对上缺，哦，前三年对上缺，啊，这个呢，离中虚，中虚就是离，啊，它是的火。你看火里面一定是空的，你不相信手伸进去看看，
啊，一定的，外面烧掉，里面比较凉。试看看，啊，离是中火，啊，离啊离是离中虚，这个呢，正阳啊鱼，这个就像一个盘子。啊，这个是一个正，这个是一个形状的正，啊，一个碗，一个盘子的，里面装的水叫做正卦，里面是空空的，啊，这是空空的，啊，叫做养鱼，这个嘞，啊，巽下段，啊，巽下段，这是风，啊，是下段，这个嘞。坎中蛮哈啊，坎中蛮这个嘞，艮戊丸，好这个嘞，分六段，断成六个，我们的脚算看看，是不是六节？左脚一节、两节、三节嘛？哎，汉人体完节一样啊。好，好了，我们现在来重复练这个哈。好来，这个嘞，现在很熟哈，那我写你们马上打好不好？易经是大学，大学在易经，为心信教尊天。哈哈哈！啊，很简单了、哦，哎，好、哦、好，现在正上，啊，对，是坎为坎中蛮呢、啊，不练，直接练卦名，好不好？直接练卦名哈，啊，记起来了。好，好了，我现在再跟各位讲啊，啊，现在要练，直接练，卦象的名哈。好，来，乾卦。乾为天，乾，还有乾为天，兑为泽，好，离为火，震为雷，好，巽为风，好，坎为水，好，艮为山，
啊，坤为地，啊，很妙哦。伏羲帝呢，他把八卦整个世间上所有的万生万物等等的，都把它用八卦代表清清楚楚。好，我们头顶的天，乾为天。好，对，世间有沼泽，有湖，有湖有沼泽，叫对为泽。好，世间上有光，有火，就离为火。好，震，世间上有震为声音，为声音。好，震为雷，会打雷，就有声音，震为雷。好，那么巽为风，世间上就有风，空气有风。好，世间上有水，有水。好啊，我们看了就有山，啊，有大地。那哪一个还没有？哦，没有那个，没有写到。好，我们看哦，开始有天，有天。啊，有地，有地，有天有地了嘛，地起起伏伏嘛，天是一化开天嘛。啊，接下来有山，啊，有沼泽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火，有光，有光，啊，有光，有太阳，有光。啊，有声音，啊，有这个声打下来的声音，有雷。我们讲话就是雷，就是声音，就震卦为雷。好，好了，再来嘞，有风，有风，有风，是不是？啊，有水，有水，好，啊，有山，有大地。有天，有地，有风，有水，有山，有湖，有雷，有光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妙哦！我们都忽略了，告诉我们这八种它的互相形成一个整个大宇宙的法则，所以唯心中的法源法脉啊，就以易经，中华易经8卦64卦，也是代表整个天地，无论在天堂在地狱在净土在世间，都离不开天光，就是火，天光阴，好，风地水山泽，这光也是温度，人的温度。你看八卦是不是很妙？啊，当你知道了，你再怎么逃也逃不过这八宝，好，八个宝。你任何一个科学家、艺术家等等，也都离不开这八大要素。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来好来代表来画画，乾为天，好，离为火，好，震为雷，好，巽为风，好，坤为地，坎为水，好啊，艮为山，兑为泽，那好不好背？很好背哈、哦。好了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哦。这个乾为天，离为火，震为雷，巽为风，坤为地，坎为水，艮为山，兑为泽，兑为泽，
对为泽，这沼泽的泽，哈、啊，沼泽的泽哈、啊。我们电视里面来看比较不方便哈、啊，能不能比较矮一点排到这边来？好、啊，能桌子矮一点的话排到这边来，不然我们老师兄这要往哪边看很不方便。好、啊，好了，我们再练的话，这里。那就很好记了嘛，八卦都记起来哦。维新电视在中华电信 MOD 205。好，好了，那，我现在请问各位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自己多复习，好来，接下来八卦在掌中，人人有个八卦掌，哦，现在你们把八卦放到手上去哦，我们不是在看面看手相哦，我先画起来。我有时候会画错，画成两截而已。好，我们的手掌，我缺少这一条线，我没有成功线。所以昨天我们同修了，师傅啊，看你家的风水祖坟，祖坟在这里，我没有成功线，什么都好了。好来，我们的掌中。好，我们在掌中有八卦哦，啊，这个先天的，这是什么？你们可以写在手上，可以写啊，好，你们写了啊，这个是啊乾卦，
啊，写在啊这个坤卦，啊这个是对卦，这个是什么？正。这是先天卦，好了，我们手上，你自己画在手上，很简单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我们看的现在自己也练了，这个什么卦？啊？所以我们的掌中藏的八卦，先天卦、后天卦，我们以后再讲。下午我们会再将八卦、五行等等，跟各位从头再告诉各位。阿弥陀佛。